一双双鞋来自各界身心人士，救国团发起的捐鞋活动，守护着弱势家庭的学童。冷冷的冬天，你感受到满满的温馨与温暖，非常感谢很多爱心人士愿意把他们的爱心温暖送到校园来。感谢仙洞国校、中华国校、西定国校、德和国校及成功国校的老师整合出学生名单，让暖暖的资源送到孩子手上。结合捐鞋活动，仁爱乐龄学习中心在仙洞国校还举办了共融共学生活艺术新纪元音乐会。透过音乐以及不同世代的一个情感交流，为孩子们带来这一场欢乐的节庆飨宴。透过公益活动展现救国团在公益、教育、服务、健康多元服务社会的初心，期许将爱延续温暖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